师爷。啥事呀？听师傅说您闭过五次关，能不能给我讲一点您闭关的故事啊？很久没有听到闭关这个词了，我已很多年没有闭个关了。当初的闭关是因为没有一个清静的环境，因为闭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造一个不被这个系统干扰的环境。如果没有这个环境，那么你多半都不会见到那个真正的你。如果你是一个妈妈，在你孩子面前你就会是一个妈妈的人格。你是一个师父，在你徒弟面前你就会是一个师父的人格。父爱母爱斗如山，都会不自主地去靠近那个设定形象与作为。这些也都是你自己，这些也并不是真正你自己。内心的那个你早就被隐藏得严严实实的，从来不会轻易示人，他也没有能够显现的环境。所以我闭关的前提就是给他一个这样的环境。面对真正的你自己，我会从下一集开始用一个系列的视频让你们真正认识一下一个宇宙意识者的内心深处到底是什么。